太久，又睡着了。他那个都是加强定的啦，他那个安眠药都是加强定的欸。他都跟医生拿很强。凌云知道等下吃多少？凌云。有啦，林云正打电话跟我说，妈妈、奶奶给我吃安眠药。嗯，真的，就还好有行。是哦。那他怎么打电话跟我说，奶奶吃安眠药，然后奶奶也有喂他吃。真的啊，因为用这支讲多久都不会让电话费太贵啊，所以我才说开这一支啊。林云珍打给我啊，林云珍打电话给我，他又睡着，他在房间吗？妈妈，爸爸，把他带去房间，让他睡好了啦。我明天再打电话跟他讲啦。他那个没办法，他跟医生拿的药都很强。对，他跟我聊天，他像他平时心情好的时候跟我聊，他跟我说，他心情好的时候有时候跟我聊，然后都会跟我说，他医生开的，他都是那种很强项的。然后他好像不晓哪边还有塞更强的那个吃的，他上次吃的差点死，然后是那个师傅把他救起来。对啊，那我爸又唉，他们两个夫妻我也不会处理。姐姐，你等一下，你再打给我。姐姐晚上在那边过。姐姐，姐姐。